从吃呼吸蝶之舞悄悄乐。三二一 ，Action！明信片，嘟嘟嘟嘟嘟，明信片，哦，哒哒哒哒哒，明信片，看完，这个一只兔是在说本大爷就是最强的，炭治郎只是说个 hello， 米豆子也是，善意的话是有点害羞的说 hello， 然后上面的巨太郎很开心，然后这个不管人，然后呢这个呢看镜头，然后这个是吵死人。10月11号星期七的抽抽乐，没有，太久没抽了，现在怎么办？9月28到现在13天，13天了嘛，一人每天两抽，26抽，好不好？那你们还有做什么事情想要加码的？中秋节烤肉，多2抽。2抽。国庆日几抽？2抽。好，你有做早餐几抽？做3天，3抽。1人40块啊，1人33抽。哎，1人剩3抽，哎，太夸张了啦！我们把大的跟小的都把它抽完了，都全部让你抽。对，小的剩一个，我们都重做了，好不好？我要大的。然后我们做新的抽抽乐，我们来定新的规矩。好，来抽，1人剩3抽，还是直接抽这？哎，这样还是剩三抽，就不要，我们把这边抽完就好了。好呀。啊，你要赌这边剩三抽会中这么多的，还是要赌直接抽这大的？1、2、3、4、6的大的。1人3个大的。我想要。好，直接抽大的，不要啰嗦。排成一，我也是立牌成一。鬼灭海盗墙，我还有一本鬼灭小说。我明信片，还有海报墙，还有一张海报。哎，我的海报墙，那我要摊机了。两个，一个海报墙。摊机了，都没有了哈。这个奖品是鬼灭海报墙，摊机了我的。我也有个鬼灭海报墙 ，Nesco 的。再来是这个立牌成一，立牌大成一换这个。然后再鬼灭小说一本，另外一本你看完了吗？鬼灭小说跟我换一个善意的睡觉公仔，大家好。我看一下，这是谁？善意贞子，要看就看这边。我其实善意，我没有用就自动对焦哈。现在开始我们的这里开吧。哎呦，爸爸老花眼没办法剪。那我跟你换剪的，要不要把眼镜拿掉？爸爸有个老花眼的眼镜。好，那你去拿。用看笔这样就好了。老花眼的眼镜是让你看不清楚的眼镜。哇，爸爸，我的垃圾配到你那里了。嗯。你在剪什么？我在剪那个部分，我在剪什么？这时候可能就是要老花眼镜。爸爸有两个眼镜，爸爸有三个。Oh my god！ 看远看近，跟看远跟看近。不是四个吗？看远看近跟看远。有一个可以看远又看近吗？是哪一个？平常戴的那个。就是你戴的。嗯。你想要帮忙继续给？这个小朋友不能玩，这是刀子，这很厉害。你们也都剪好了吗？这要挂哪里呀、啊？挂我们的。可以啦。六节钩。你要笔刀，我来帮你们割。看见了，要笔刀，有了，割出来了。你把这刀割过去，就把它头割掉了，对不对？它头也太刺了吧！刺刺狼刀。一直弯来弯去。看这狼变刺刺狼刀。好，交给你，交给你了，交嘞，那这个交给你了。哎，我已经割好了，割一圈了，有没有很简单？好，这摊子，爸爸完成了一个摊子，因为五兄弟也要介绍，不然他会哭哭。五兄弟在哪里？就在那里。哦，好。
好像没有拍到。你妹妹看有拍到。爸爸越割越敷衍。下给。下去。还有。啊，还有一个。猪八戒。这小炭治郎太难了。立牌就是一个那个什么，那我拿出来，就是一个三角形。然后之后要把人偶放上去，必须给这样。把人偶用双棉胶贴上去。这现在要哭了。那米豆子，小米豆子要割吗？小米豆子要割啊，都小炭治郎了，当然要割小米豆子。刀很利啊，所以你应该还是不要玩，因为它很危险。有没有看见翻过去都可以？你可好了，没有人帮我做。你哥小妹子扣了没啊？对啊。哦。义勇的门牌给我好不好？不行。为什么？你一定会挂请勿打扰，我们还是会进去的。我要挂请勿打扰啊。你挂请勿打扰，我们还是会进去。可以挂厕所。厕所应该挂换衣装的吧？来，这样。义勇的把它拔起来。先把它全部做好，然后介绍完再去挂。那我还要去哪玩了？整理桌面。为什么 Nezuko 比炭治郎高 ？Nezuko 是站着，炭治郎是跪着。他这是挂牌，请勿打扰。你就送我好吧？不要。这个是 Inosuke 的。这个是炭治郎的立牌，这个是 Nezuko 的立牌，这个是善意的立牌。下期就订阅我，每天晚上六点多准时收听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你现在做什么？靠近打了。等一下，这太暗了。好嘞。好嘞，可以。好，可以。我可以进去吗？哦，请勿打扰哦。